不同人制作最坚硬的盔甲。新手玩家，新手玩家，你这是什么装扮？怎么穿的跟个老头一样？你才穿的跟老头一样呢，你是不是眼瞎啊？连链甲盔甲你都认不出来，这可是迷你世界防御最强的盔甲，就算我空手跟野人对打，他也不一定打得过我。哇塞，新手这次也太牛了吧。大神玩家，新手玩家拿现成的盔甲算什么本事？那大神玩家，你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当然有了，睁大眼睛看好咯。现在我穿上了 TNT 盔甲，不管谁想来攻击我，我都能跟他同归于尽，这样就没人敢靠近我了。那我穿的不就是最坚硬的盔甲了吗？